宫小姐，关于楚琪儿的死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这案子都结了，还来找我们家小姐做什么？你究竟与谁合谋杀害了楚琪儿？那人撒在案渠中的胭脂，是你给凶犯做的标识吗？那种胭脂没有添加明矾，在场只有你一个人有。你究竟与谁合谋？为何要杀害楚琪儿？ 是楚琪儿，他欺人太甚。起初，我与楚琪儿一同竞争如画资格。那日训练结束，他说有事要与我商量。马上便要比试了，你要不要考虑退出，来给我伴奏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退出？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家那老尚书都快致仕了，你还跟我摆什么小姐架子？平日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见了就恶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若是失了贞，还怎么故作清纯，炫耀才艺？ 那件事之后，我终日躲在房中，以泪洗面。楚琪儿要挟我，要将此事传遍京城，我怕极了，只好答应退出才艺比试，为他伴奏。可我心里也对他恨极了，求求上苍降罪于他，让他堕入无间地狱。 世上坏人那么多，苍天哪管得过来呀？你是谁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那么恨他，为什么不除掉他？苍天帮不了你，我可以。真的吗？他是谁？ 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他只是告诉我，比赛当日，在安渠口扔下胭脂引他过来。你被楚琪儿欺凌，固然值得同情。但是彼时你与凶手同谋，致使楚琪儿中毒身亡，已是共犯。你还是跟我去刑部自首吧。 且慢，你先回去，不要与此人纠缠。蓝大人。 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已经帮了我许多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楚琪儿欺压梁山，草菅人命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蓝大人，我已经铸下大错，这几日我着实良心不安，夜不能寐，这才离开你府上，想回去与祖父道别，便去自首。你若不反抗，难道就任由他欺压？ 这才不是道理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很自责，但是你想想，老师一生清廉，德高望重，眼下即将再遇之时，因为楚启儿这样的人而染上污名，值得吗？况且老师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失去你，他如何了度余生？ 蓝大人，你一番义正辞严，敢说真的是为了宫尚书吗？案发后，你得知是宫小姐与凶犯同谋，你担心是您败露。
让人去取胭脂盒，所以案情冒出了火光。之后你又处处阻挠我查案，还将龚小姐藏在府中。你怎么认定都无济于事，玉珍不会认罪，你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你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，根本不配为官。该怎么当官还轮不到你来论。像你这样的愣头青，即便登科，在官场上也活不过三天。还是回乡卖面去吧。至少我心中坦荡，大人呢？敢说心中无愧吗？蓝大人，龚尚书在书房等你。玉珍现在何处？老师不必忧心，学生已加派人手，全力护小姐周全。你这么做是为了举荐的奏疏吧？礼部尚书一职，学生志在必得，但我这么做也是为玉珍着想。他虽是共犯，罪不至死，但是身老大狱，流放边境，他一弱智女流如何承受得起？玉珍前阵子茶饭不思，常常神情颓丧，我若过问一句，或许不至如此。老师不必自责，学生已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此物便可永远消失于人世间。当年令郎任幽州刺史，因揭露贪腐，与夫人双双殒命，只留玉珍孤身一人。倘若他们知道玉珍遭逢此事，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老师，如今此事大可转换，只要您退一步，不仅可以保证您的清誉，也可以让玉珍全身而退。掩罪是非，并非君子所为。玉珍是我的孙女，她犯了错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愿陪她一同受过，即使遭世人唾骂，那也是我龚素明该承受的。蝇营狗苟者，到头来为难却一人儿。
西路蝉声唱，南关客思亲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玉心？兰兄，这是你父亲在狱中的明志之时。他若知爱子如今是此等模样，会是怎样的感想？你父亲在狱中已失明志，满腔忠愤溢于言表，直至问斩，也未向任何人透露实情。你与家父既是知交，为何他从未向我提过？正因是知交，怕别人构陷结党营私。那这十年来为何您从未向我提过半次？为何不告诉你，甚至不肯举荐你，都是受你父亲之托。我还有最后一个不情之请。兰兄请讲。我呀，死不足惜，但是我放不下我儿兰泉。兰兄你放心，我定当悉心照料，将他视如己出。他是罪臣孽子，收留他或许你不理，只求宗明兄能暗中相助，留他活命。兰兄请起，记得让他永不入室。二十年前的那天，难道救下我的那个人是你？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口。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口。我爹就是卖国贼，他们冤枉的。咋了？他们冤枉的。我爹就是叛贼。他们冤枉的。住手！在替为父申冤之时，好生活下去。我的本意是让你忘记过去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你帮我看家护院，我给你付点工钱，可比你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得多呀，如何？夜里灯烛管够吗？行，管够。好。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。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曰：‘
时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而你又才华出众，竟然排除万难高中三甲。我知道你费尽心思要当礼部尚书，就是要去南洞替你父亲洗冤。这些年在礼部，我一直对你冷眼相待，我就是怕你升得太快，会为你父亲陷入险境。你父亲的嘱托，我一件也没有完成。他让你活着，我却要你活成今天的模样，他让你不要入世，可我却眼看着你在庙堂的漩涡里苦苦挣扎，竟逼得你违背本心，误入歧途。兰兄，宋明有负你的嘱托，我再也不能护着你的血脉了，今后的路让他自己走吧。大人，于真是抓是留，都由老师决定。我这里到此为止。那礼部尚书之事，另求他法吧。徐东，你只得把于真送回公府。是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小姐失踪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姐收到一封信，说是要约她谈命案的事。我说别理会，小姐非要去，说是可借此让真相大白，便和我偷偷去河边僻静处赴约。那人不让奴婢上前，奴婢便在远处等待。可是我等了许久，又听到小姐呼喊起来，
我过去一看，人就不见了。糟了！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。你还把我当兄弟吗？要不是宫玉珍被劫走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？这种脏事儿，我一个人沾手便足矣。可笑我这般不择手段，却将真正爱我护我之人伤得最深。好了，为今之计，先抓到凶手再说。放我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张平，张平，王大人，不能进！孙神医的死状你们听说了吗？和楚姐一模一样。孙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宝善他孙神医前几日离奇身亡，死状也是浑身僵硬，皮肤灰白，有皲裂的痕迹。看来凶手想杀的不止楚姐一人，可蓝大人却为一己私利耽误了查案。人又不是佩芝杀的，他也想找到真凶不是？要不是他护着宫玉珍，误导查案方向，真凶也许早就落网了。张平，之前欺瞒你，误导你，确实都是我的错。但是玉珍已经被凶犯劫走，眼下生死未卜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尽早可以破案。是啊，就当你之前都查对了，咱们俩继续比试。但凶犯连杀二人，或许还会向更多人下手。为了避免再有人受害，我希望和大人一起把案子尽快查清楚。此毒极其诡异，要想抓住凶手还要从毒本身查起。楚景仁和孙神医的遗物都在这儿了。既然是中毒而亡，这里或许有蛛丝马迹。我不需要蓝大人的帮忙。张平，佩芝是为了你行方便，你还埋怨上他了？蓝大人行的方便，屡屡使我误入歧途，我不如不要这方便。这不是孙神医还未写完的那部辩证集吗？这一篇序有问题。落款盖章讲究的是上阳下阴，阳为姓名，阴为字号，且中间要空出一章大小，但这两章都是阴章，还紧挨着。这阴章上残留着一层红色粉末，这不会有毒吧？果然有毒。凶手将其覆盖在印泥上，下手极其隐蔽，不致引起孙神医警惕。盖两个印章是为了让印泥的面积更大，藏下更多的毒粉。翻动树叶时，毒粉被打散飞出，孙神医因而中毒身亡。没错。搜山觅海，博采万物，善变之用，医者之人。花开现世得见因果。这凶犯做事还做全套啊，序都替孙神医写好了。但是这最后一句的含义似乎又与前两句对不上，难道凶手想暗示什么？花开现世，这个莲花我查过了，没毒。我听现场人说，楚琪儿跳舞的过程中，这个花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开，然后楚晴儿便僵硬暴毙。毒药是红色的，既然可以藏在印泥中，也很可能藏在这红色花蕊里。毒从花蕊中散出，楚晴儿吸入，中毒身亡。这应该就是花开现世得见因果的意思。这凶手还跟咱们玩猜谜呢。拿支笔。
天三个字。你方才拿的这本古籍是古墨国的风物志，这里有一些志怪故事。我对墨国的文化有些涉猎，若你拿了太多的古籍来不及看，或许我可以替你分担一些。那这本你先看吧。怎么有线索？是不是有线索？这里记载了阴极天的传说，正在古墨国建国时，阴极天派出麾下六位圣贤下界，共同教化世人。六圣贤分别是一圣翁无乐，为神鸟所化，可解世人病厄痛苦。武圣阿那日，舞姿曼妙，教人以舞蹈传递情意。智慧之圣末日根，有四头八臂，传授世人智慧。农桑之圣赞桑，为蚕所化，教会人们农桑纺织。典狱之圣乌有，头戴树冠，审判世间罪恶。还有月圣罗纳锦，擅长各种乐器，为世间带来福音。怎么听着奇形怪状的？等等，前两个有蹊跷。一个能解救世人病厄痛苦，孙神就是当今治病救人的高手；一个舞姿曼妙，出奇儿在舞者中就是翘楚。你是认为凶犯是按照六圣贤的特征在下手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下一位圣贤是谁？末日根。传说他有大智慧，与常人长相不同。他有四个头，而且长相一模一样。四个头，一模一样。住无名阁。无名阁的封家四贤是京城最负盛名的才子，而且他们是四胞胎。四胞胎。先生，先生，近日阁内有幅画轴被人损坏，先生们都在闭关修补，都没有出来过，怎么会出事啊？速去刑部报案。